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感谢收看本频道。王力宏和李亮磊的离婚，本以为随着当事人的道歉已经落下了帷幕，没想到舆论的声音中出现了怒斥李亮磊的声音。前友田朴珺怒斥，别说前夫，前男友也不能这么下手，应该多点善良的目光看待男人。后有作家海玲九连问，这些雪中送炭的人们再一次掀起舆论的风波，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中撼动了李亮磊的话语权。更主要的是，王力宏的人设也将反转，田朴珺为王力宏找说辞。国内老 baby 的手中宝田朴珺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王力宏离婚的事情，从他的文笔中可以感受到一个女人的宽容和大度。男人都不是圣人，艺术家不是都很花心吗？不然从何而来的灵感？这句话耐人寻味，是否可以定义为田朴珺认为娱乐圈中有才华的男人感情色彩都比较浓烈？这一句话值得深入分析一下。田朴珺在劝李亮磊的时候，是否站在女人的角度上认认真真地考虑过对方的感受？要知道，两个人都是婚姻中的经营者，但是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田朴珺昔日也是尚未成功坐到了正房太太的这把龙椅上，是在为王力宏的那些受害者发声吗？可以看出，其就是在为王力宏找说辞。男人不是神圣的，那么女人就应该神圣的包容。多少婚姻中，女人的忍气吞声和委曲求全换来的是蹬鼻子上脸。田朴珺认为，艺术家的灵感来自于劈腿。不知道娱乐圈中的才子们看到这样的一番话，心中作何感想？但是说到圣人的时候，谁又能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这样的一番话可以看到田朴珺的大度，也可以侧面的品味到对方的婚姻观。过度的包容和理解是很多男人梦寐以求的类型，但是作为女人也是一个独立的群体，自身的价值就应该被定义为全职太太，标榜成为独立女性，这样是否有一些偏激？毕竟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田朴珺是在支持男人出轨，自身的大度不应该去衡量别人。如果用王力宏对李亮磊的方式放在王石和自身身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也许田朴珺比李亮磊的反应还要强大。每个人渴望绝对的忠诚，身为女人，如果田朴珺不渴望忠诚的话，那么对于王石是否可以定义为利用，并非是所谓的爱。多元化的反应下，造成了两个人离婚的事实，一个巴掌拍不响。李亮磊一次次的包容也让王力宏变本加厉，只是作为婚姻的经营者，王力宏还是一位公众人物，这番行径着实可恨。女人在他的眼中是什么？和其他已婚人士去欺骗另外一方的丈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的输出？难道不应该接受道德的谴责？艺术来源于生活，是一种神圣的存在。如果按照田朴珺的话，艺术家都比较花心，需要这样的灵感方式创作，那么请求这位才子放过大众的智商，不要一次次的蹂躏，一次次刷新众人的底线。一个人品没有保障，创作出来的曲目势必会影响到青少年的成长，造成恶劣的影响。好友作家九连问暗指李亮磊不简单。田朴珺一直以独立女性标榜，格局都在人上人的层次，力挺王力宏着实奇葩。与此同时，海玲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这是从老 baby 娇妻的身上找到了自信。作家海葵字里行间都是斥责，直接九连问暗指李亮磊这个女人不简单。不得不说，王力宏的好友说出了一句大实话，李亮磊着实不简单。他用自己的文笔给众人上了一课，清晰的逻辑思维，维护自身的权益，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不仅可以用来赞赏其他人，即便是讨回公道也头头是道。但是这位以作家自居的人，从九连问的文笔中让人看到了对方的俗气，莫非是酒漏鱼的才情？西村小姐李亮磊，说一下已婚日籍女老板私生女。这位作家李亮磊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完全是父母的行为，与当事人好像并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对于这个日本名字，李亮磊在王力宏煽动民族大义情绪的时候就已经给出了澄清，自己是中国人，
与亲生父亲已经脱离，那只是自己的过去，海玲是没有关注事情的走向。李亮磊的妈妈是谁的第三者，破坏了几个家庭。不得不说，每个孩子都没有选择自己的出身，父母辈从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与当事人有何瓜葛？李亮磊能做好的就是撰写自己的人生，父母的不作为直接否认是否有些牵强。王力宏帮助李亮磊改写学霸人生，对方并不是所谓的独立女性，难道多年的知识积累都是这位海王在学习？李亮磊的文凭都是造假吗？不得不说，这位作家的字里行间字字珠玑下都是对李亮磊的原生家庭的抨击。总的来说，对于这位作家的斥责，很多人表示怀疑，毕竟只有当事人明白其中的原委。王力宏作为当事人，为何在这场风波中没有任何的反击？李亮磊仅仅只是针对两个人的婚姻展开了一系列的斥责，没有牵连到对方的父母。而海玲的话大有内涵，王力宏明明可以为维护名誉用法律保护自己，为何迟迟按兵不动，被实锤到毫无反手之力，很显然是一种底气不足的表现。结语，海玲对李亮磊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 BY2 中的孙宇都不知道的事情，这位作家从何而知？难道海玲比王力宏和李亮磊更了解这段婚姻？作为一个朋友，一个公众人物，这样的言行背后是想要告诉公众什么？王力宏人设反转，田朴珺为其找说辞，作家九连问暗指李亮磊不简单。事情发酵到此，时间是最好的证明，清者自清。摆在王力宏的面前，不仅为自己，就算为了孩子都没有争取一下，过来人都看得明白。